好，阿弥陀佛，早，各位朋友、各位菩萨、各位同学，大家晚安。阿弥陀佛，少造业，多念佛。哈、哦，我们这个继续看这个江先生啊，江女士的这个江松菊的地震歌，因为我们明天要上课啊，那我们那个已经要上礼记了，地震歌还没圆满啊。前面也跟大家提过嘛，学生都在问了，可是。我也讲评过了哈，这些问是问的正不正义啊，应不应该，周不周全？当然，一个大一的学生，一个受过这种知识教育成长出来的学生，你能期望他多少？所以各位学生要加油啊，不要被国家洗脑啦，就以为自己真的是国高中毕业，你有多少程度？学习真的要靠自己，不能靠这个体制的东西，因为体制它要兼顾太多了，它不是光照顾你一个人，所以还是要凭自己。就像我，假如我是靠体制的话，我就是一般的国文老师了，我哪可能还跟你这样逐字的去讨论和讲解，也是这样浑浑头脑、浑浑噩噩的头脑。马上看我们前面才看那位先生叫春什么来着？他叫十五摇他部落格啊，春天的我了啊，迷迷春天。看现在江先生表现的怎么样啊？这个照抄引入这个文本而已，没什么。他是用这个版本啊，信不疑，看这个就知道。好，那语体书写地震歌，江先生啊，江同学。啊，这一看就知道受这个现代文学或者白话文学或者所谓台湾文学的这种教育的，喜欢用这个什么书写。我觉得像我也自己修过一些哲学的书啊，哲学的学问。现代学者现在也就喜欢搞一些新名词啊，其实你懂了，其实也没有那么必要。他们就是怎样，中文的能力差。我说一句不客气，我现在领悟了，所以需要创一些新名词在里面。有时候也许是真的有必要啊，书写。那语体书写有必要一定要用书写这个词吗？其实书写文言文理词语也有嘛，其实它就是有点要，就是好像不用这个，就好像出门不穿个得体的衣服，他就觉得不自在，都有点矫枉过正，就是怎么样，就是很不自然。你看我们那个读古人的东西，像你读李白啊这些著名的文学家，你会觉得他不自然。文学的可贵是在自然真，所谓真善美离不开真嘛。陶渊明地位那么为什么那么高？就是真。你这样做之后，为什么反而同时的谢灵运被人家就差那么多？就是他文笔再好，就是这种嘛。还是陶渊明才不会给你卖弄这个玄虚呢？现在人怎么都走上这种邪道，就搞不懂，对不对？那就是自己没有内涵，实力可能不好，就必须要靠这外装。去涂衬你自己好，即使用出来词汇是拙的，可是你很有料。像我们的石进秀就是啊，不是我们自己比较看看嘛？那谁比较有料，谁是真的懂，谁的是好像一知半解，然后不知道也故意说好听一点啊，避重就轻或者不，就像我们教写自传，对不对？不自曝其短是没错啊，可说难听就是。对，不自曝其短嘛。可说难听就是避重就轻嘛，跟人家打马虎眼嘛，对不对？那不就是胡适之？你看，尤其胡适，我连胡适之都批，对不对？不是说跟他有仇，我以前也很崇拜他。你看，我还有胡适全集嘞，虽然我都几乎没有看。我干嘛买回来？他总是一个有名家啊，需要拍吗？我这个书房反正现在也看不到了啊，因为那个书太多，都绑起来了，不知道捆到哪里去。唉，你看，囫囵吞枣嘛，是不是？啊，他有一个有名叫东烘先生嘛。对不对？
还有差不多先生传嘛。怎么现在国文反而都这样？连胡适自己，我有买他的词选，那倒是有看清。该注的不注，就注那几个。有的别的词本也注出来了，还要你来注。你是胡适之先生呢？怎么会这样呢？那么有些像我们莘莘学子，是莘莘还莘莘，对不对？不懂就看你这个孩子不懂。我就只有看过一本那个近代刘什么刘义升编的嘛，他编的那一套，我觉得是我看过最好的。你看。他主编的有一套，那个中国传统文学的那个诗词的注哦，刘老先生，尽力，好就好嘛。我们不是，我也不认识他，我也不认识胡适，我也不认识你江先生，也不认识刚才春天的我，靡靡先生，对啊，他已经过世了。2001年是民国几年？我是81年，1992年读大学的。那时候买了，就是买了几种朱氏翻译的知识，觉得他那种选本是这样，不懂的，他就是他也有翻译，也有注释，他不但会翻译，还会注释都会出来，他不会躲开。唯一我佩服的一个版本，其他都是啊，有时候不懂了查也没有，唉，来我。你看我这个，我找纳兰性的，我应该有扫描，有些我有扫，我们就闲谈嘛。啊，反正讲过，现在已经只是时间上了哈。反正前面不是学那个《疑教经》，佛《疑教经》，你看我们时间要，佛说不要睡眠嘛，对不对？像黑蛇、黑丸，还学了这个丸子，对不对？啊，那个纳兰性的，哎呦。哦，这是黄老师的那个，他做的是台大说文小传，你看我有这个吗？这就是他编的，可是后来被这里可能没有他名字哦，后来被那个什么，我们台湾因为那时候他是大陆的嘛，哦，就像现在两岸关系紧张或者怎样，被那个台湾那时候有政治的那个不往来嘛，有政会嘛，避讳这是政治，所以大陆学者的那个书都不准出版嘛，出版都要把挖掉。那当然那时候没有这个版权的，两岸没有版权问题，所以那时候翻印好多大陆的书。这一套就是后来就是远传出版社他们比较有心认真，又出一套比较，这个是完全盗印的，人爱书局。那远传就是他们就有名字，就是这一套推荐给大家。当然我不敢说全部都好。可就是我至少读过的，尤其他前面这个也不错，每一本前面会有一些前言啊、简介这个。啊，你看他那个，可是他这个也有错啊。我在上他那个却那个蝶恋，哎，那叫什么啊？浣溪沙啊，浣溪，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做书签，没有啊。浣溪沙他这里还是解不好，你不信你听我们石敬秀，谁解的比较好？可是希望后生可畏嘛，当然希望青出于蓝，我也希望你们都能超过我啊。对啊，假如我们就永远在前辈的后面的话，那干什么？人类就颓败了，越来越糟。他最有名的，现在课本就选他《浣溪沙》嘛，那个谁念秋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树窗嘛。当时只道是寻常，就是他最有名的句子。这个嘛，60页。顺便提一下啊，不怕不识货。你看我也没有参考资料，白的。你看我也不先，我们先不看这个，他哪里不好？哎，其实啊，对不起，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是秦观。秦观看有没有？秦观鹊桥，我就觉得奇怪，是鹊，那是鹊桥仙，可是不对啊，那个的是那个浣溪沙，好、哦、像是秦观的鹊桥仙呐、啊。两情若是久长时啊，银汉迢迢暗度啦，哦这个啦，欧阳修《秦观词选》，那我们复制他这个网址，就可以贴到我这个 ACD，这样就比较快。不会吧，那么忙？
开另外一个坑。可惜哦，这个都不能支援 Unicode， 尤其中文字好像不支援。有一个叫，这也不能选取选择开启工具，因为这是资料夹。还有一个秀的，因为我都扫成图嘛，图比较方便，可以单张浏览。哦，你看我只为了上课扫了这几页。哦，一样是这个留意申请。哦，这个就是远流的，这就比较重视版权了，对不对？远流出版社。哦，你看有名有姓嘛，那这主编就刘义生先生。哦，你看那个这个还是不好啊，这没有秀出主编。这是香港三联书籍又出一套，哦，都一样的版，香港出台湾出这样，台湾印啊，应该说印。你看他，哎，先不要看那个，你看这个银汉迢迢暗渡来了，九阳神功谁渡啊，新乌年快乐谁快乐。你看我们重复几遍，我们前面讲解多少，你重要像前面讲的消息茫茫归结住，试问季振和仲卿，那仲卿或卿仲和消息是谁啊？像这个银汉迢迢暗渡是谁在暗渡？你看照文法的话是银汉慢慢在渡，对不对？变成那个渡的动词是银汉，是吗？那新年快乐是不是动词是新年，不，主词是新年，所以这个跟新年快乐是完全一样的意思。这不是银汉在渡，然后人家都抓成什么渡，其实这个是非星可以渡银汉，这个是被渡的是银汉，应该是暗渡迢迢银汉的倒装句才对啊！那时候讲了没有想到这个倒叙重组，九阳神功你看多好用，我自己都会不断超越自己。那时候就忘了，哎，其实这是倒暗渡银汉迢迢，因为他要强调银汉隔得好迢遥远嘛，对啊，为了强调而倒装啊，而且也为了押韵嘛，渡数。对不对？就是暗渡条，谁暗渡？飞星和仙云。那他们为什么？你看云可以飘过云汉啊，对不对？飞星也可以暗渡什么东西，帮他们传达情感嘛。牛郎和织女，那这就是应用七星大法，什么云汉，不对，消仙云跟飞星是空间的东西，物质的，传达的是他们的情意，对不对？因为他们。飞星和仙云好像你看传恨嘛，好像也为他们抱不平，可是你看他这个银汉迢迢暗渡，他怎么翻？在深夜里悄悄渡过了辽阔的，这两位久别的仙女看到没有，讲位他的渡的主持是谁？牛郎织女。这三句有牛郎织女吗？主持是飞星和云仙云，欸，你要说省略补，那我不省略，我说暗渡的主人是飞星仙人，你觉得谁的答案比较对？谁的答案比较好？我问你，在深夜悄悄的渡过辽阔的天河，哎，这两位久别仙，银汉迢迢暗渡，在深夜，所以暗渡是在深夜暗渡吗？是这样吗？那暗渡陈仓是偷偷摸摸吧？那如果是今天是七夕，他好像题目有些写是写七夕，七夕这一天干嘛偷偷摸摸？不需要，平常准许他们偷偷摸摸渡吗？也不可能嘛，所以他只好翻成在这一天晚上，深夜悄，那个那一样啊，哎，所以他暗还是悄悄嘛，人家不知神不知鬼不觉，不通嘛，带回恶作哪里做？银汉牛郎织女的神话不通嘛，他们平常不可能渡嘛，要渡干嘛还要有银河天地？为什么要跟他隔两开？在七夕这天，只有这一天可以渡。这是天地也知道的事，我连我们人间都知道，老天不知道，有什么好巧巧的？这是错的答案，对不对？那你不能说这样就这一本都不好了。我刚刚是讹了这一本，对不对？这个系列自己看，这是不是就青出于蓝？而且跟你讲的清清楚楚哦，主持是谁？你为什么会读错？原来渡的主人新年快乐抓错了。这确实多有名啊，几乎选秦观的必选，有几个讲对了，连开头三句都讲错。我不知道秦老爷作何感想，秦少游先生孙守真讲的对，还是历来胡适之先生词选，我相信也有选这一本。
有讲对吗？然后他们都是喜欢这样，这一本还比较负责，他这里就比较不好。可是他至少每一个句每一个字都给你翻，不像刚刚我们看那个春天的嘛，都漏掉一些不，他至少哎，你看度就是这个嘛，他只是加部首啊，巧巧深夜一定是为了暗翻了，然后辽阔一定是挑嘛，至少他每个字没给你漏，对不对？刚刚呢还给你丢三落四，你们去检验胡适的词选。我真想找，应该有电子书吧？所以要不要打屁股？所以我说他们要下，真的要下地狱。光这个就因为误人子弟，害死多少人，影响人家。现在你看这个文言白话，然后国人，你看，即使从你们五四运动之后，国人的文学程度、国人能力有提升吗？自己说，照理说应该要教育普及是更好啊，为什么会这样？胡适的词选，哦，选注还作为，哦，这是民国，应该是民国初年的。那你看他怎么注这一阙的？我真的很好奇。啊、哦，但中国还有个阿简化之变呢、哦。我有这一本，可是我没有扫描，好可惜。啊、那我不知道人家有没有跟我分享那个。我们看看有没有选那个？哎，看看，哎，哎，我有胡适全集啊，一定有吗？人家一定会跟我分享那个书吗？你看，我们又又扯到这来了，啊，这怎么办？那么多，没有，打空格应该可以，不行，空格是它是 or， 没有。星号就是中间可以有任何字，包括没有字，然后 result 啊，好，胡适全集，总有词选吧？啊，文集你看，全部有啊，北大版胡适文集词选，我真的很好奇，你看他这一阙词他怎么讲，大师，我敢说他一定不讲，对不对？我们前面讨论毕中庸或者讲错，否则为什么到这个版本，我们刚刚看这个版本还是这样呢？变成这两位久别的仙女渡银河呢？这根本就是还没渡银河七夕前夕，或者七夕之外的日子，所以这时候才渡嘛，一相逢嘛，怎么会这里渡了？哦，那当然你说他们渡过银河，然后他们金风一乐一相逢。变胜却人人无数，对不对？这逻辑也对啊，可是卡就卡，卡音就卡在暗度，暗度不是白话文，暗度陈仓这个汉朝就有了，这个暗绝对是偷偷摸摸瞧瞧，那为何还要暗度？你如果说成深夜，它太俗了嘛，晚上度叫暗度太烂了，唉，没有、哦、我怎么这个不是另外一个了吗？这不是这个吗？胡适选注的词、嗯、就这样，秦观十九首一定有吗？那现在就是要看这个是胡适文集第几册，
Google 图书总是可以看部分的。啊。你看，无法预览此宴，银汉迢迢的暗度，对不对？金风一路一相逢，可惜他后面，哦，他也太抠了。我是文选第几册？熟字文集，这个是北大的熟字文集，词选在第十二目录。奇怪，第四个上，哎，真的，这是文存吧？全四册第二卷，那我这个怎么那么多册？好了，他这个是，这是这什么的类别？哎呀，哎呀，只能用压缩档开啊。哎，RAR 我还是可以用 ACD 开，我看看。还没找完啊！我搞的！哇，不会吧？还是这个？啊，这个，那怎么是 RAR 呢？他可能是因为有乱码，可能应该没有乱码。没有别的胡适文集了吗？这也是北大版，哦，太好了，有这个 PDF，我看看，刚那个是 PDG 档，哦，大陆模仿 PDF 搞个 PDG 档，哎，我的信仰是谁啊？委托他也要有一个总目录吧。李静先生，我们都对事不对人啊，不过还是要对人。那个对人是他的社会责任嘛。你已经，尤其他已经享重名了，结果呢？全十二册。不是文存，该不会在文存里吧？还是另外单行的？文集第六册评，白话文学史。没有，别闹了。那一本竟然还不能看，Google 图书我自己有了，可是。应该也蛮好找的，应该会放着那样，火大了，还不自立自强，这个，
这为什么会这样？是从哪里开的？这为什么可以这样线上浏览？我从哪里开出来的？这是联经出版社的吗？啊，它只能让你。完全不给你看啊！有些是有些页面可以看，它都完全它只给你啊，记忆啊，看好不好找。衣服都挂在这里，小一本那个人人文库的。应该，我如果肯找的话，应该还蛮好找，是有点变化。始终都在这。我去上个厕所。送识别才把它放在外面。记得我那时候还特别，因为我那一本书很小嘛，可以随身拿，我就放在一些比较好拿到的地方。可是多利年手一直清洗，而且又移到别地方放，不管了。其他你们就看我实境秀了啊，这个说解也可以，秦观窃桥仙，或者一起读懂实境秀就找，一定找得到，找到实境秀，再查这个，你看优酷都有啊，那时候优酷还容易查，那个传上去，然后找到实境秀 YouTube，直接就可以各位这里朋点，友，你看我还去上看午淮好，海我集是嘞，大家晚安。就像我们林三美这里，对不对？谁逃得出我们法眼？这个才2集而已啊，全部课文，你就可以看我怎么讲解，或者你看那个时间轴嘛。秦汉寥寥安度，对不对？对吧？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那下面，你可以在那时候偷懒嘛，不想标太多，那你可啊，以这往前，个我自己再标。非常完满啊，可以三本你看，参考资他还料给参我考看别人的啊，讨论，非才常发现满这个意，问接题受呀、了 ending。啊。他妈，我这些这个都有把那吗？个《秦观集》这书名，对啊，只有2集。再给他。啊，自己再去看。哎，我看一定也没有的啦。那、啊、有这一个本子，怎么可能还？尤其他是胡适，对不对？是文集竟然没有词选，可能因为那是单行。著作吧，是不是？这我先好，OK，这个你这样不管，我来这里吧。快好了，哎呀，就为了书写，
明朗的晴天又来了。好，我们根据它的文本嘛，都只做语义。你看诗的语义，我希望它翻得比刚刚那个好。明朗的晴天，空气清新，对啊，所以他把天和气分开。可是我们也讲过，你也可以倒去重重的天气清朗，甚至天气晴朗，换部首，对不对？请问江先生，你有想过这些吗？因为你们通常文人都是喜欢读文学，可文字学、文字声音性果的功力太差，甚至连基本的常识都没有。是一日的正午时候，可以了啊。是一天的正午，一天比较白话不是好啊？应该我要翻的话，我就说这一天中午啊，天气晴朗，空气清新嘛，这才对嘛，倒叙重组嘛。这一天中午先翻嘛，这一天是日嘛，对不对？中午是晴嘛，干嘛一定要拘束的？你觉得我翻的比较好，还是他自己说很白话吗？这一天中午啊，天气晴朗，这是一个天气晴朗，甚至你看再倒叙重组，这是一个。天气晴朗，空气清新的正的一天啊、哦，当然我漏掉正午的正午时分啊、哦，我很好，他我会主持，对，谁在那闲适的？那太文绉绉了啦，闲适的白话，可能他白话文学标准，还是要写点文学味。我闲悠闲的不是更好吗？闲适的吟唱着啊。哦，并且不一定要吟唱吟诗作对、我闲适的在那做吃完饭后的一些平常做的事情，就是他要讲，所以不要，他就是文学语言读，对不起，科学语言，所以吟一定是吟。那他可能饭后喜欢，就是喜欢哼点小曲儿，或者说写写小诗，口占诗里头有一个叫口占嘛，口占一句嘛。哦，你自己查什么叫口占？哦，真的快受不了，这词汇到底在干嘛？该有的词都没有。这个口占应该古典的就可以了。啊，我们快一点啦，并且一边散步一边吃的东西啊！悠闲的吟唱着，一边散步一边吃的东西，所以闲吟散食，哎。散可以当散步吗？这个才那个八，对不对？那你怎么散食？一边吃的东西，你可以说吃零食哦，散食就零食，闲吟零食也不对，零食是名词。这就是消化食物，在那散步啊。就是做午餐过后的活动就对了，就叫膳食啊。那个没有茶吃点，膳食就消食嘛。怎么会一边吃的东西，他读成，要么他把膳读成散步，怎么可以呢？膳可以当散步解吗？查一下词典，我不想查，因为诗意太多，对不对？像我们说天女散花，你可以说膳是散花吗？哪有这样的？膳是散花，这花。散花不能说这个还没通用到哦，散是散步嘛，像我们看的一题是这样，好，散后散步的意思啊，啊，分离分散嘛，然后散步，那变成倒叙重组啊，给它篡改原样，变成闲吟散步食廊舞才比较适嘛，哦，闲吟而且散步而且在吃嘛，在廊舞之间吃还比较对，应该是散食步廊舞，嗯。这不太对啊！你如果做这个答案，我是以你的是我学生，我看可以，这我可以给你最多五分，也不能说最多，可以及格啦，哦，最多六分，对，不太对的，嗯，走到厅堂旁的走廊上，走到啊，所以他步是走到，对不对？就很明显，他散竟然读成散步，散哪里有散步的意思？你找给我看。所以刚刚才批评什么文学功文字训诂功底，他都想当然耳。我觉得林占明先生是不是也是这种混脑袋？应该不是吧？
看了会不会很伤心啊？你的后辈怎么会这样呢？那想当然尔就，我们看汉语大字典词典就可以了哦。有三步吗？啊？这样可以表示三步。失去、罢休、散掉、散开了，可以表示赌博、请取名那个什么散、公益药散、药粉、闲散的啊，闲散绝对不是在那散步嘛，零碎，然后散步。啊，食你变动词，散是动词，食是动词，所以散步吃东西。我都想说去给他们留言讨论。不能这样急了，可算了，何必呢？我们好好修行要紧，有这个就好了。佛以我的真心，你这样不行啊！我一定，你看也没人给他留言。哎呦，还不准人家留言呢，对不对？不能留言，可能要给他加朋友吧。哎，可怜，这不对的哈，绝对不对。散，看到了没有？散步啊。啊，汉语大词典呢？有这个散步，这还是讲分散嘛？绝对不是那个步嘛？跟走路什么关系？散跟走路没有关系啊。嗯。它是手部哎，散你看，扑是提手旁，手拿着一个鞭子或竹，对不对？我们说青菜找到是打你的那个藤条。然后走路，然后走散步，还不像话，乱搞嘛！你自己说是不是嘛？我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一位是不是国文老师。我们这么多国文老师，你说没有像他这样乱搞吗？太不用功，太不负责任。然后，哎，也许。至少你们的风评绝对会比我低卡这个孙老师好嘛、啊、学生喜欢你，你就是好老师了。唉，黄忠回避，屈原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是要挑汨罗江的。陶渊明也是只能归去来兮了、啊、大家还那么喜欢他们，可怜。唉，人间真的假的太多了。他走道虽很可见，他这个走道厅堂旁的步道上，你看他还把廊当成走廊，廊舞也可能就是在房间里头，不一定是走道。这都训诂词汇哦，都不搞清，他也不注释，就直接翻了。有没有注？简注还简注？你看啊、哦、啊，这么简，太简了嘛，太过分了。那作者的介绍我们就略过了哈，啊，这还要他住吗？大家随便一查也知道，道光二十八年，嗯，中东还要这样住，故城至少还不错了啊。解释一下为什么叫中，啊，他也没注意字形结构里头就有中嘛，啊，但只暂时没错，这是该住的，对不对？可只住了，你看序文就住两个，然后哎诗都完全不住。狮子座长方缩地，然后哎又来了，是不是用神仙段没有？哎，对啊，以讹传讹哦，神仙段胡诌，根本都不去看，根本都不去读神仙传，你至少要说言一平其本，神仙段胡诌嘛，神仙段胡诌有这一段文字，你给我拿出来看看，你找出来，我赔钱给你，好不好？我没财产，我怕万一真的你找5000块。好吧，我们就来赌5000块。那你敢不敢？找不出来，给我5000。好，你5000，我10000。好，我服，因为我已经赌那么多了，竟然被你找出来，也好，值10000。不要了，10000好像太多了。好了，10000啊，没关系。值得啊，因为免得我还继续误人子弟，值得啦。哎，想到了，误人子弟下地狱呢。好，值得，10000块，我赔你。你找不到，你赔我5000，这样可以吧？1-2，赌不赌？哎，真的太可恶！我们教材就不批评人家，只是这样讲啊。带孩子看，
可是我们那个十进修会讲啊，会留这个什么王子啊，十进修会留王子，其他。好吗？参考资料会留，像那个刚刚那个也会，叫地震哥嘛，他第一个嘞，对不对？参考资料，这我们都会留，你看，我们才批评人，大家文天下文章一大抄，大家说神仙撞胡同。那我们还要看他翻译吗？尤其你看，已经发现一些问题。你们这些宝贝学生，我轮不到。假如今天，所以个人心态不合，你们大家都是来混，几乎啦。哦，当然不可能没有，有些真的还真的蛮有心要学。我今天如果是学生，碰到这样的老师，我真的是高兴都来不及，整天连着老师吧。你看我跟你们也没什么隔阂。那，不可能啊，只因为我不是教授，我还不是什么名学，是不是这样？我都不知道。你可以成天黏着我啊，可以学到多少事情，我也不会跟你哦。我只是兼任的或者通识老师，我都不爱理不理。你们都不来找我，我怎么理你？那我看你们表现，你们也没有一个值得，就像我当时老师，我的老师找我去吃饭那种程度，没有啊。不是说我瞧不起你，我怕打扰你们嘛。哦，我找你去吃饭，结果你对国文不是真想学，对我可能心存芥，就像那个。他不讲，他骂我，还不，我还那个学生上课还坐蛮前面，蛮用心，就好像我以前坐那个位置一样哎，读大学，我真的没想到他也会骂我，唉，我们要暂停一下，我 po 一下那个，免得你们以为我在编造故事，那这个一定名字要抹掉嘛，我在 Facebook 在 Messenger 里头啊，哪天有机缘我再拍给你。总之，发誓我的要往生级的时候，我这里有一句。哎，有妄言，妄言是五戒众戒，有妄言，我还想要去西方极乐世界，这样够了吧？你干嘛编故事无聊？加罢休而已。哎，好吧，就看他将先没了嘛，减注这样，权益就是他3年前译的。哎，江松菊可能他英文的缩写嘛，我们是这样，学校是我们 SSD，他是。耳根边好像，哎呀，我们这样好了啊。其实这个可以这样，好吗？不对，我们要用这个，差点忘，要开那个放大镜给你们看。可是它这个应该可以放大。我们就不要用放大镜，排版应该不会跑掉。对，刚刚那个是排版会绑到的。好，耳根边好似听到隐隐的雷鸣声，又好似波涛被风激怒的声音。耳边绑了，这个是可以了啊。波涛声才刚过去，对，刚过去，没错，炸过。心里还正犹豫，疑惑不解时，对啊，你看他翻译也知道，有时候要稍微补充一下嘛。所以你不能光照字面翻，意思要给他讲的，还疑惑不解，到底发生什么事，是不是更清楚？那何必多补了这四个字，不肯多讲清楚一点？忽然又讶异，那么惊讶，怎么栋梁会自己动？没错啊，他原来没有写自己嘛，这当然要把意思，自己怎么动起来了？那或者忽然很惊讶，怎么屋子的？柱子和屋梁都在震动，要注意啊！移动动你不要，人家只是修辞，我可以翻成震动嘛？就是什么都在动，不要真的在移啊，不要真的在移动，震动也可以啊。因为淡水这里没什么灾害嘛，假如真的可以移动，就房子早就垮了，对不对？它不是无弹性泉，还安全、平安保全嘛？灾害不重，移动八成房子也不能坐变危楼啊。那，可能还可能倒下来了。顷刻间，金属和
瓦类制造出的器皿互相倾倒，也可以哦。哎，这倒是一个说法，金镇。啊，可是他这有一个错的，就是人家金正，他跟刚刚那个散，他还是错的答案，这我也不跟你及格，跟这个一样嘛，散布跟散是不一样的，金正跟金属制造的器皿是不一样的，金正才能说是金属制造的正，这种正的器皿，你不能金单独一个字说是金属制造，金有金属制造的器皿可以叫金嘛，然后这样，金是材质呢，不是器皿啊。完全就是不及格了啊！可见他这国文真的很糟，对不起啊，我有讲中话，这真的很害人啊，不能这样啦！我真的，你们哦，我说真的，你不可能孙守贞都这种程度，阎罗王或者上帝可能会比我差吗？到时候他审问你，你怎么可以这样教中文呢？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啊！你又不要说什么问你，金可以等于金属器皿吗？白话拿或者古书，你找出来哪里资料有金当金属器皿用？直接这样，尤其在两个字扣成一个词组放在一起之后，可以这样解读吗？你找一个例证来。也许金真的可以当金属，那可能省略到极点的时候，那要看上下文，这里怎么可以这样解释？它后面合理，我刚刚说鹅的是，哎，对啊，金属不会破碎，可是如果金属跟不是金属做的撞在一起，不是金属可能会破碎，对不对？他就把这两个看成不两样的东西，合理吗？原文是这样吗？他是说金，原文的意思是金 and 正互相吗？是这样吗？可以这样吗？金正可以这样解吗？哎，我真的不太想读了。时间身体有如龙塞一般，有如龙塞一般怎么样？你看人家那个春天的我还比较好，龙塞一般怎么样啊？重点没讲出来，像龙塞在筛选一样的晃动，甚至讲更具体的，那个身体啊，外面或者地，大地好像龙塞，我们身体好像龙塞上面被筛选的那个米粒啊，或什么，对不对？我们看那个影片是艺人，马就。马房里的马儿嘶鸣狂踏，你看狂踏，这是可以的，因为绝有踏的意思。可是干嘛嘶鸣狂踏？我们翻成站不稳，是不是更形象？讲到这个地震大，站都站不稳嘛，因为绝有跌倒嘛。那只是提醒你，不要以为都跌倒了，好，没有站住的马，那也不通。对，那也不能光狂踏啊，难道都站稳了吗？只是在那踏吗？狗儿疯狂的吠叫，即使聪明的人。他只添了一个即使是可以的啊，聪明智了，在突然之间也变成愚笨无知了。哎，他这里会加括号，这里也应该加。为什么变愚笨无知？头脑被扎到吗？在聪明的人突然间也像愚昧无知一样，不知道现在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说，或者像我们生活里头那个俗话，你在起码是瞎警醒，瞎警醒，现在是什么情形？悲风惨惨是可以的，他没有翻嘛，他翻成凄惨而已。太阳也失去了光芒，日无光。哎，这不对啦，这可以翻成日，大白天应该是大白天，不是太阳。太阳干嘛失去光芒？应该说太阳的光芒也被一些尘土遮蔽了。风吹得非常的令人害怕，对不对？惨惨，好像发生什么大事，异于平常。前面还是平常的日中午，突然变天了。然后这一天中午日晨午应该太阳很亮，现在却看不到什么阳光，暗无天日嘛，天日就这个应该是天日的日，对不对？暗就是无光嘛，啊，这我们补一下，日无光叫暗无天日。你看看我们翻译的，你自己比较嘛，啊，为什么好？不是我深懂那样，你深懂了就会翻的比人家好。这是不是才根本？我们有没有特别去学翻译？没有啊。唉，当然，我翻的可能也比你好，因为你文言文或国文程度好，以后你写白话文也会写得好。那你当然，因为翻译也跟你白话文能力有关。所以再证明，我也是身教言教，我自己当白老鼠嘛。你看是不是国文要这样学？我没有特别去读什么白话文学，我也许像这些，大概都是八成都是白话专修白话文学的。我专攻的是古文，我白话会比你差吗？
古文才是根本嘛，为什么不好好学？那不是光叫你读古文，古文要想到跟白话或者白话文或者语文、哦、我们口语的有什么关联？我上课不是也常常，我们实际教常常跟你讲、啊、要想到生活中用到的一些，唉，这个教育改革不知道改什么。教育改革，我们国文还是常常有什么抢救国文大作战，那些真的抢救了吗？在抢救什么？有没有真的好好把孩子教清楚？不要像这个老师一样，金正竟然变成金属器皿，哪有这样解的？这里只有说金属制的金属器皿嘛，这才合文法，哪有人家金正会说成金属器皿和其他土做的或瓦做的器皿，哪有这样翻的？瓦类字出嘛？而且我跟你讲，哪有瓦类？什么叫瓦类字？这根本它都不通。瓦是土烧的，土制造出才对。瓦类怎么会制造出呢？根本就不通的句子。你看我刚刚还没指证出来，所以教你讲如何想得清楚。我会分析批评，就是我有受过这个思想方法建议。你问这一位老师，他有没有读过逻辑的书？一定没有。他说，因为我以前也是这样，就爱诗附庸风雅，诗词歌赋叫我们读逻辑，谁要读啊？要不是王占元老师推荐我八竿子，我也不会想到去读这种书。我也只想知乎者也，喝嘎仔拎杯，真的是做多做善事有保佑。我当初为什么会转文组，就是为了探讨人生的价值嘛。也许是在一念在冥冥中，诸佛菩萨或古圣深沉一直在冥冥中忽悠我，帮助我。我们也不求名不求利，那学的就是，你看也许我的训诂学或者尤其声韵学我那时候很糟的，可是你看并不影响我读书的能力太多嘛。我不敢说我毫无影响，如果强的话一定会更多了。唉，是你看啊，真是令人忧心，然后这样日我光就是暗无天日。你看这是不是两个日？你看我们还划线，这是对应啊。那时候日挺我，现在怎么日无光？唉，对，现在变成日无光了。是讲天和太阳，不是光讲太阳。这是又来七星大法了，是不是？那个日原来是月太阳没错，可是你看我们一天两天的天不是也用日吗？今天是几月几日，几月几号，对不对？日几天日，不是。直指太阳而已，对不对？对，我就反驳他这个嘛，这样就可以说参考他这个了，把这个加到超连结，对不对？哎，怎么可以只用太阳去翻呢？太阳失去光芒，那我们就不引用他的文句去驳斥他，这个我是。大博士的时候，老师指导老师还有口试委员给我很好建议啊，人家错就，可是我们现在讲是得反驳，可是不要刻意啊，还是录到自己的教材，然后在那个，人家说引恶扬善嘛，也许哪一天他就撤掉这个啦。嗯，如果你这个还留，不是给人家丢脸？那我留王子反正撤掉了也找不到，对不对？唉，可上帝那里还是有档案，撤掉不是就没了？宇宙时钟别忘了哈。已经留下，不可能说磨灭。自己种的因，自己要记得收的果。你不记得也赖不掉。哦、宇宙不是我们开的、哦。霎时间，晴朗天空变成了白天的黑暗时刻，这个很烂嘛？这应该是
意思是对壳很烂哦，不是不对，烂就是不好，翻了吗？煞啊，悲风惨惨入无光啊，太阳也暗淡无光，或者暗无天日，怎么一时间变得暗无天日？煞时间呢？原本日挺午的大晴天，竟然明明是大晴天，却阴森森的，或者一片黑暗啊，一片暗淡，什么变成灾荒？搀扶着老人，膝带着年幼，需要这样翻译吗？扶老携幼就白话文了，大家扶老携幼，夺门而出啊！夺门而出就翻出门走，走出门外。这还要我讲解啊？干嘛散步啊？这个逃怎么可以走出门外？哎呦，阿弥陀佛！不要被我撵到，只是想抓他的看，像一个小菩萨的。有时候有些小昆虫很脆弱呢，稍微施力它就伤害它了，就犯杀戒。我只是想要轻轻把它抓起来，让它放。走出门外，我的天哪！匆匆忙忙啊，走出门外又匆匆忙忙，茫茫真是上下好。你看他就是顺着读嘛，都不知道倒叙从何。大家扶老携幼的，一时间大家扶老携幼夺门而出啊，然后呢，那好像急急忙忙在逃命啊，什么都顾不了了啊。甚至一时间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就好像丧家没有家没有主人的狗一样，这样就主人嘛。更有楼居最动摇，更有住在楼上的人摇晃得很，最厉害。你看又来了，住在楼上的人哪一个？什么叫住在摇晃的人摇晃最厉害？住在楼上，你所以你看学生就这样翻，我就给他错嘛。更有楼房摇晃得很厉害，住在上面的人想要下来。却没办法，心里急得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啊，想到对不对？什么叫？这就好像刚刚我说他那个对不对？瓦类制造出的，不通嘛。住在楼上的人摇晃的最厉害，什么意思？住在楼上的人摇晃是房子摇晃厉害，还是人摇晃厉害？当然你说人在里头当然有房，对啊。我问你，人家到底是楼居，而且他根本都不知道楼居是房子，怎么一定是住？他就用居翻成住在。你看你在你做我的学生，你看这样的程度，然后你看刚刚他有看到他的预兆嘛？甚至他可能是专家或者已经是老师了，你作何感想？心里着急，情势危险。肝胆也为之碎裂，这个翻得太烂，意思当然没错了，可是太差了。啊、我们讲过，心里不知道该如何治好，这时候情况很危急，心里又着急啊，真的是吓都会把人吓死，就可以吓死，吓破胆就吓死了，用吓死翻也可以啊，真是把人吓，快把心脏都快跳出来了，胆都快，如果你要照文艺宗旨，心脏都快跳出来，跳出来了。一样嘛，你不要卡音卡在碎嘛，心一定要碎，心跳出来之后才是我们白话嘛口语表达，心脏好像要跳出来，然后胆子也快要裂了，裂了也不是白，胆子都快吓破了才比较白话嘛啊。然后呢，万一失足掉落下去，你看失足也不翻译，虽然失足白话有踩空嘛，踏空，一脚没有站稳，对不对？万一是对的，翻这个一掉落下去，就连魂魄也难以被召回，也可以了、哦、当然，他中间省略了什么，他这也应该翻译啊。如果万一失了神，一脚踩空掉下去的话，不但命没了，连魂魄也难以召回，对不对？这才有强调的意思啊。命没了还是要讲一下嘛。然后哎，这时候灾民的心情，还有同胞的心情，就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就好，什么急得像末光上谁急啊，这里反而他省略的心中没有主见、哦、用心中没主见翻方寸乱，就好像热锅上的蚂蚁真不知该如何是好，方寸大乱或者心烦意乱、慌乱不知所措，
心中没主见，至少他不要放春都不懂，还知道是心啊。两脚要注意啊，前面那个把卷盾或卷的，然后到处乱走，两只脚发软不能行动，如头待宰的猪被捆住了双脚。什么叫哦？这个是到处乱走，是蚂蚁啦啊、哦，也可以啊。对不起，我们还他清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心中没有主见，到处乱走，可是还是怪怪的。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心里非常焦急，到处乱跑，比较对嘛、哦？蚂蚁还有什么主见？那两只脚发软，我们讲过，没错，可以。可他完全都不解释，刚刚还捡住。那我问你，待宰的猪为什么待宰啊？养在圈里头的猪，猪圈里的猪未必要待宰，待宰自己准备挑出来要杀啦，对不对？当然他能够用待宰，反正这里带回恶作地震，大家好像待宰羔羊是可以的啦。可是我是讲你，像你同学给我答这个，我只能给你七分啦，你不讲解你待宰怎么来的，对不对？你要讲解了，你也不知道圈豚是不是圈豚或卷盾有没有真懂，对不对？那不能行动，所以他还是把豚翻成猪，这是可以的，所以他是读成卷豚，对不对？被绑住双脚，他不一定待宰，可是他这个优点是，所以你看我们是不是都是是非非？这我们没想到这个是好的，对，确实像待宰羔羊嘛，没错，在地震里头，前面后面不是大而小而大家都没有主张，智者有愚昧啊，就像热锅上蚂蚁，不是也是待宰？只不过猪圈里头猪不一定都在的，这是有一点语病的、哦、也是有语病不好。然后所以我们才说要根据字义的话，不能自己添油加醋的话，就猪圈里的猪已经逃不出去，好像困在困境里，又被绳索绊住，这双重困境，这样也没有违背他。你这个他这个已经有点违背原文，自己想在添比较像赏析的程式了、哦、那你圈豚尤其他又不解释，可至少比刚刚那个好，卷豚他就给你略过了啊、哦。窘逼转愁眉，窘困逼迫后转为愁苦。他绝对不知道窘转是更的意思。所以我就说他们是不是训诂文字学的能力太差，你自己说嘛。不是我们批评人家或怎样。对不对，转。没有尝试，没有能力，也要查一下词典，连这个国语词典都有的，为什么？哎，这个没有。我们之前是看中文大词典，总绝对不会念转嘛，国语词典没有。这个当然不是，这个反愁为喜，转反翻转啊，这不是更愁更加愁。哎，国语词典竟然没有，我看一体字典现在资料跟国语词典分了、啊、所以也许会比较详细一点，试试看咯。没有就那就看我们之前实进修就好，已经有了汉语大词典字典一定有了、啊、它是从转变来的，所以更怎么样就更改了嘛，变化。嗯，没有。你看，你在汉语大词典，或者你看他这个，他因为以简化字为主。哦、更详细的解释，啊，这里才有，哎，怎么会没有更详细解释？啊，有这里，那就用更去查。更加嘛，这个才是，窘逼更愁嘛，愁是动词发愁，啊、哦，那个更是形容它的是副词。啊、哦，因为它形容名词才叫形容词，所以他不知道它转变成了动词了，是不是词性抓错、嗯？这里我们补充一下，转愁的愁是什么词性？副词性。对不对？
转世复起的心。顺手真的自创的，你们都不要用，这是不是还是找错了？是副词，对不对？这位先生，对，转为从苦。所以你看九郎神功，他有连这位先生他有逃出我们九郎神功如来手掌，竟然没有。是不是窘困逼迫后转为愁苦？红的就表示错的啊，或者很有问题。所以方法重不重要？自己说，连这个老先生，对不对？你可以看到的预兆嘛，刚刚我们都看过，我先倒带看。在这么窘迫危急的情况下，更觉得就不要用愁去翻嘛，或者更因为这个门户是这样的容量而感觉很难过，很担心，怕自己跑不出去，真希望门户可以开大一点。平常不觉得吗？这时候才觉得那门户太小小，攀援而下，没料到窗上用的木条教授制成的格子竟也断了。当然不是这样了，我们就不细说了。什么叫攀援而下？对不对？攀爬啦，攀爬窗子一般都在地上嘛，那门才会落地嘛。那当然爬着窗子出来啊。如有这个我们不细说了哈，那个前面有如遇到了什么叫有如遇到了，在这种情景之中，此情之情让人吓得不知道怎么办是好，就好像突然碰到了老虎还是豺狼，或者不小心和蛇毒蛇和蝎毒蝎相遇，就翻这个触字嘛，当然还未必是触碰到，对不对？因为他这个逢他只是换字嘛，形神经、你看形神至少他也知道，不像刚那个先生把形弄掉。形神你看我们叫他声称除了尊敬和我们说礼敬之外，他这个解说是不是在我们之前好几年前，对啊，至少这一点也算先贤或先生嘛，他在我们之前啊。所以有什么好，当你懂这些道理怎么会不礼敬别人呢？对不对？一样就会那个啊，礼敬他，这刚刚跟人家论那个
佛修，看有没有新的留言，没有回复，没有就有了，已经看。你看，我马上用那个林占梅学的苏南明藏回他，啊，哎，回人要有技巧，就好像我们常讲文学语言嘛，那他读不懂，那随他了，我们有自己的含义就好，啊，也不得罪人，也表达了该表达的了，啊，然后再来，有遇到回来碰到蝎子，形体精神不悦，怎么会失意不悦，他就死在这个字上，啊，仓皇失意。魂魄以飞药，你看飞药出去，飞药是好的吧？飞药的羚羊，飞药飞跃，飞药了出去。有人说魂魄飞药，他根本不知道飞跃是陨落、陨没，乱七八糟的，不提也罢了哈。啊，失魂落魄了，魂不守舍才是他的意思，什么都跟什么，偷空望出去很好，他至少。偷眼，他眼和视合在一起放好，用眼睛望出去。你偷空，为什么要偷空？忙得逃命之后偷个空。我这里说他好，是他想要新的，可能不是真的好。我细细想，就像刚刚那个瓦类做成的，啊，那瓦类，你除非这个东西是用瓦来做成的，那叫瓦。明明那个正是土烧成的，不是瓦，瓦是瓦片哎。你瓦做成，你可以是装饰物，用瓦组成的，这叫瓦片、瓦类做成的，对不对？那瓦是土烧成的，正也是土烧成，你不能那是土做成，哦，你不能被瓦类做成，那是另外一个东西，另外一个意思，啊，正怎么会是瓦类做成的？应该说正跟瓦都是土烧出来的，同类类似材质的东西，可以这样。偷空望着不，这里我后来又否定他是，好像很悠哉，这么紧急的时候还偷空望自己，像上班很累，偷空偷闲，忙里偷闲，空不是闲吗？这偷是偷偷的，不敢看偷窥嘛，因为不敢直视嘛。前面不是说惨目吗？触目惊心，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又想知道，又很害怕，唉。明盲他就不翻了啊，只有他知道丹台知道这只有盲儿只听到一片细碎不安的声音，怎么可以用不安翻呢？啊，可以说令人不安，只听到为什么说一片好奇怪，对不对？一片什么意思啊？什么声音用一片是什么意思？哦，我的天哪，盲儿只听到一些，可以说一些，好，我们说他打错字吧，对不对？因为前面对不对一些细碎令人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又令人害怕的声音才是。你说细碎的声音不是很奇怪？那我刚刚说令人害怕就不安嘛，这对了，这情境对不对？你这里直接用不安就怪怪的哦，因为现在不知道发生什么情况嘛，眼睛也看不清楚。你看那个晨咒会对不对？萨尔晴空晨咒会看不清楚，听的又不清楚，只有一些杂音，就是稀稀疏疏嘛。然后千欢如人家，这个翻的是可以的呗，千家万户合并起来看，啊，千万户人家同时凝神比住气息，啊，同时好了，为什么比住气息？因为都不敢吭声嘛，吓到都不敢出声，所以除了一些稀稀疏疏的叫声，包括那些也是人发出的声音，可能是哀嚎声，那大大小小，你看。卡音啊，大大小小的孩子们差不多都躲避藏匿了起来，不提也罢，没多久啊，你说说我们的实境秀好不好？所以刚刚不是超多吗？这个资料只要留到后世你自己说，我们会不会像梵谷一样会被人家不得了？那你们这些呢，你自己比比看，谁讲的比较对嘛？谁是比较正义的？我真的希望你们比我们强，不是说得了便宜卖乖。可是真的，哦，我真不知道你们都能赌成这样，都不会不安。孩子们都躲起来，大人不躲啊？有种，有种就不要跑。这其实你要分。翻最好的就好像扶老西儿一样，
大人们带着小孩，可以说五个带着，赶快，因为小孩有时候慌张不知所措，大人们赶快抓着他的孩子都躲起来，这样可以。他就卡音到儿是孩子嘛，科学的读法，只知道科学语言，这时候忘了文，还有文学语言。明天刚好我们三班地震歌结束了，再给他们看那些。看你们佩不佩服老师读呢？你们这些哦，人在福中不知福，我真的好希望我现在马上暴毙死掉，不知道还留在我这个世间干什么。像释迦牟尼佛那时候，你看，真的到时候没人请法，像我、啊、没人请法，还把我们说成这样，好、啊，那我们也不想得罪你，你们就留这种国文程度的人来教你们嘛，不是更好吗？你们还有福报，我还活着，你们赞美不就我这个年纪走了吗？我还真希望我活不到明年，看不到明年太。我对社会也无愧了嘛，我们说社会培养我们到博士。我们录了多少实境秀，光林沾梅就二十集，那么《礼记注疏》也带大家读了。没多少声音听，少选啊。其实这个他，你看楼居就不去查词典，对不对？然后刚刚还有什么也不去查词典，飞跃啊。词典有没有？也许没有，就原谅他。可是他不知道你是训诂，跟你讲文字不行嘛，他不知道月有陨落的意思，所以他以为飞跃一定是飞跃，他竟然 翻成飞药，那也可以念月。哎呀，没吐血哦，还同音字的飞跃。你看，都是好的突破，是不是好的？快速也是好的快啊，跑得快嘛。这好的魂飞跃了，成佛了吗？我的天哪！你们真的敢？你看这个也没有啊。唉，可是这个呢？那你光看飞，对不起，是月。唉，连国语词典可能都有。对啊，可怜，月与车下，不是 飞到车下，掉到车下。唉，国语词典都有，你不肯读，补一下吧。唉，我的天哪！哎，我在前面。神飞跃啊！哎呦，这里还没有做次一级的，所以没办法做超连接。有时候补了那个文件越来越多，还是做一下超连接，你们也比较好。那么点了就跳到那来。虽然是只隔一页啦，可以不要做，可是就是魂飞跃。那这里还可以再做一个啊。上课还示范给同学看，你有看我实境秀都知道怎么操作这个，对不对？下一次这样魂飞跃，或者你点左边这里也可以。对不对？这月是陨落嘛？坠落？哎，有吗？坠落？哎，这个弄错了，一定那时候什么坠落嘛？那时候一定是用，就给它落过来。那就改了，月等于落嘛，
对不对？掉落啊，日月啊，月的飞跃。不要想人家缺点啊，像刚刚已经提到一个先生，因为那个有关的哦，动词很重要。你看，连那个有头有脸的人都会出丑，要汲取这个教训，要谢谢这些菩萨示现，我们以后才不会再错这个事啊，对不对？坠落陨落飞药飞月了啊，标准念月、欸、奇怪，我们同学说这个要念月啊，药这不能念药，我记得以前可以念药啊，当然你看你右边左边改成光亮的光，黄埔手不就念药、嗯、这个啊。好，接下来是什么？美罗尔声音提了，地才平了。什么叫地才平了下来？平也不讲，平静下来。这种地震，这种震动才停下来了。用停来翻平也可以，翻就不是，就是不要卡音，被那个字局限住，才叫翻译嘛，对不对？翻出那个字面啊。哎，太真的太差了啦。人人相看，大家的面孔都成，干嘛要面孔呢？面孔都成了土色，所以它土色是土的颜色咯，可是它至少色，我不知道它是用天字还原还是怎么样，对不对？人人成土，其实这个土色、啊、人人成怎么样？灰头土脸，灰头土脸，土色就是土脸了、啊少给它降阶了、啊、降阶下来的，对，这样以后就可以直接抵土色，面如土色，我的灰头土脸。就是土脸嘛。再来一次。因为有时候都高估了学生或学习者的。难以我们就不厌其详，是不是就脸色倒过来读？是不是脸色？色就是土脸，哎，回头土脸的土脸。这个色是脸色，或者形态、状态，啊、嗯，量态。真恨自己怎么那么厉害，那么强。等到地面停止，地面停止，什么叫地面停止？所以它都有很多这种文法，逻辑不好学文法，语文们，什么叫地面停止？地震停止嘛？地面什么叫地面静止？对吧？我的土地静止不动、嗯，地面是地的表面怎么样呢？哦、不会说地面静止、啊、地震停止下来了会比较好吗？脚踏稳了，人们互相高兴的告诉他人。什么叫互相高兴的告诉他人？讲啊，就像他刚刚有加挂号，所以我们就不再赘了、哦、一时间共口同时喧哗嘈杂。那为什么喧哗嘈杂？是不是也不讲？对啊，要把那个真正关键的讲出来啊，互相报平安，或者互相找人，或者前面压抑的，对不对？偷眼视之，但明盲，盲耳声闻为细数，不敢喊出来，屏气凝神，这时候爆发嘛？这都是这时候宣召，也是呼应前面的细数，前面的细数是没有正常人的声音
平安人的声音，现在是强调平安人的声音，也是稀稀疏疏的啊。只不过现在不是那个地崩坏啊，建筑物崩坏或人在哀嚎，当然现在可能还有人哀嚎，生出哀嚎的声，那年长一样嘛，年长的没良策，年轻的没办法。可至少人家还知道这个疑其实就是无策，对不对啊？他也知道这只是幻字，他还是有一定的程度的。然后从此之后呢，夜晚睡觉心中不得安宁，就无法放心嘛。为什么心中不得安宁？这不是白话的表达，心中不得安宁，好像有人在吵，吵得我不得安宁嘛。这应该说心里惶恐不安嘛，不知道什么时候地没办法安心睡觉，才是比较白话的表达式嘛。东南虽缺，这个你看东南方虽缺了，可是地上并没有风情，是完全不懂什么叫东南方虽缺。难道有妖怪鬼物一巧合？来来来，我们虽然不逐一的去批评人家，可是我们这里要附一个东西参考资料。字不醉，平易的话，请你去看《一起读懂石敬秀》，这里就不醉了。参考资料及平易，前面的那个我们也要给他，这个偏题要给人家。名字我就不提了，因为这个他叫什么迷迷，还是给他提一下，因为总有著作权嘛，尊重人家。然后这个是江什么的，这叫迷迷春天的我，不知好完全不给人家负责。迷迷春天的我，那我们改成这个，它是部落格嘛，它后面有思无涯了，我们用片名号就可以。那接下来是这个，这就不要那么大字了。这第二个这样也方便。也许哪一天网址坏了，用这个关键字找还找得到。这个叫江松菊嘛，所以在前面再提一下，尊重人家著作权。张仲水先生，我们这个还没读哦，要修。我看他怎么，我的教材怎么会有简化字？应该有，有这个有，我想起来了，对不对？应该会了哦。既然都录进来，通常我们是讲完才会录嘛，这一集就哇一个多钟头啊，难怪有妖物，通然缺虽缺完全他都不知道，这我们也不醉了哈。难道有妖怪？鬼物以巧言惑人啊！
你看他古黄之蛇，那个同学说有一个巧若什么黄啊，蛇巧如簧，巧舌如簧啊，有没有？这他以为是蛊惑人，这里干嘛蛊惑人？他是怂恿妖物在那作祟才对，怎么会变巧言惑人？那完全错了啊、哦！哇，他这一篇给我改，所以难怪同学说，对不对？平均30分，孙守真国文是什么问题啊？他是说断考对啊，平均30分啊，对不对？到底是怎样？这位先生给你讲，所以你们有办呐、啊？啊，大概应该没那么惨啊，30分这根本就是50分，大概40-50吧，惨的话到40有，像这个太夸张了嘛，这个我还可以不磕，对不对？东南西水这个是有点难，其实跟你们讲方法好用啊，不要光孙守真强嘛，可这个就真的是太夸张，这个就是4甚至到3了、啊，连古黄之、黄古之，它就直接读成。用舌头去蛊惑人心呢、啊？蛊惑人心跟地震什么关系？难道是人造成蛊惑人心，让人造成地震吗？啊，都是一些其实死脑筋，只有科学头脑了、哦，都转不动，还读文学。自此之后，怎么会自此之后，天地之间仍旧吞吐着大地之气？前面我们也曾经错读成这个自此，自私自此，不是嘛？自然是嘛？唉，世上的人怎能了解其中？那为什么自始是天？所以他一定要在天字就一直凹，就像你们答错答题目就一直凹，一直天字，把原文都篡改。他原文有人救吗？没有啊，对不对？你看，自然是大地的能量在不断的循环或释放。你看，我们没有天字，也没倒叙重组，他添了多少人救？吞吐的大气之神，人家是气吞吐，跟刚刚那个一样变吞吐，没，它变成大地之气啊？哎，可是还有乾坤呐、啊，那我请问你啊，气是大地之气那你看他常常这个问题，天地间人吞吐的大地之气，那你直接吞吐大地就天地间，那跟天是什么关系？因为在天之间是。地本身，大地就是地啊，那怎么又变之间呢？又在吐气？完全这个一定都没有读过逻辑思想方法的人，我们来读一样，读是不要读太大，1000块。你问他有没有读过逻辑思想？是一样，我也敢赌10000块，你赔1000好啊，10比1，一定没有的，才会造这种逻辑都很有问题的句子嘛，已经连三响了，对不对？你看，我们都可以给你分析，你逻辑出了什么问题？又天和地之间，又说大地本身，你到底要在他们之间还是地呢？唉，怎么了解其中道理？幸好淡水海上这一样啊，让人家误会，因为你翻译是给现代人看的，人家会以为只是台北县或新北市的啊，竟然成了废墟坟墓一样，这里没有查字典，跟我们一样，对不对？这当然也对啊，可是别忘了，虚墓可以单指坟墓，那更可以直接翻成人间炼狱了，对不对？那请问，你看又来了，试问他就只会请问，为什么不试想？试着想想，既然是地震啊，既然是，我们是说既然发生了地震，既然都地震了，对不对？既然是地震，为什么又有亲友这种有重有轻的来了？他有没有跟你讲重亲的主人是谁？新年谁在快乐？生日谁在快乐？避终究现在火并，对不对？模糊其词啊，不知道其消息，也无法解释其中道。什么叫不知道其消息？你可以呢，什么东西的消息，主持都不愿意跟你讲。其中又来了，代名词也没讲明确，对不对？那当然，你可以说哦，早前这个其实带不知道地震的消息，什么叫不知道地震吗？应该说不知道发生地震的消息，或者你说带这个为什么会分重心？这有点像同学讲的。
这样的话还可以，可是他犯的就不清楚，不清不楚。我们以前那个宋祖英不是心票案吗？我怕以后的后人不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宋祖英先生，你看我打个心票，给我这个死，对不对？然后最有名的就请他说清楚讲明白，就从那时候开始流行，请你出来说清楚讲明白，你也是嘛？到底是谁的消息？这个旗到底带谁？拜托你是翻译耶，你要不是写文言文，那为什么写这个伪旗？对不对？这伪通常是大陆的才会写这个伪啊、嗯，打这个伪了，你说严格打知道？对不对？现在你是翻译了，你还写的到底还让人家看翻译的，还不知道你期待你是带什么？一切只能归之于结束厄运来了，结束不就是厄运吗？对不对？那、啊、结束他也没翻，树是什么意思？还不如刚刚那个、春天的我好。我放长声音说完地震的啊，我放长声音说完地震的情形后。放长声音说完，人家是唱歌，他可以翻成说完哦。哎呦天哪，我这位真的，光这一点我只能给你删了。这出去我让你过关还得了？如果刚好考这一题，他一定只有三二。哎，认识一下这位先生嘛。张松菊是谁啊？中国华乐大典文论载简介，北市国兴路参什么？台艺大南非教是什么东西啊？就读于师范大学，我的学姐吧，还是我也是师大、啊？哎，别忘了哦，现来自武汉，哇，还大陆，难怪他会打那个位，没错，现居新北，该不会是来台湾留学？啊，不过也可能他年纪大是外省二代嘛，对不对？天哪，关羽来看一下，就读而已啊，所以他不是老师咯。他那个简介为什么说什么来自第一位杨琴教授传审评什么东西啊？连这个自己的字界怎么也写成这样呢？不会啊，哦，吓我一跳，他爱到人家了，哦，所以他是扬琴音乐家了，难怪了，中文底子也不一定好，只是爱中文嘛。哎，江先生，你也看看我的吧。也还好嘛，并不是什么教授学校的教书的。看看新闻有没有他，没有。啊，那这一位不行啊，啊，名如其人啊，难怪他会读成这样。长歌怎么可以变成放长声音说呢？你看又转为了，就转成动词了哈。心更愁嘛，这个愁是动词。来来来，刚那个愁是动词修饰，这可以关掉。这是刚刚为了回那个，哎，怎么把林真梅的那个地震歌关掉？这个转愁，这个愁是动词，转是副词，嗯。你看，刚刚做的连接，现在又用到，对不对？愁才是动词。转在这里是副词。愁才是动词，
歌。举杯消愁愁更愁，对，李白嘛。唉，不怪他了，既然不是专业的。生在世不称意啊，我们不就是这样明朝散法弄扁舟啊。前面好像有画个表格了，转就是更嘛。惊魂未定，对啊，其实不翻也可以嘛，啊，那你白话也在用，笔下哎，转，你看，笔意有可以，因为前后文呼应，所以他注意这里转也有转，这里可以转为，转变为嘛，变为更那个了，可是还是不能调成更，更也有这个意有强调的意思，对，转为，啊，婉转柔和安，笔下。惊魂未定的人，笔下能够转为婉转更柔和安顺吗？不用多说了哈，你会不会大笑三声？这种情形不能再回首追忆，这种情形不能再回首追忆啊！他道系统是这样，勉强可以了，也可以啊，此生。这个身躯还不由自主的随天地上下浮沉，如何随天地上下还不由自主？可以啦，因为不由自主本名就不能自己做主嘛，不由自己做主就不由自主，对不对？这个身体还是像以前一样，可是我们白话不会这样用，不由自主嘛，还是这样不能自己做主，只能随天地来安排。决定我们到底能不能在下一次的地震中还能活 survive 生存下来，要怎么才能得到古代废厂房的缩地的模式？你看，要命，真的，才可以安居在我们的乐土上。你看乐土它也不翻译，然后你看哦，安居，对啊，可以啦，安居，因为它安乐嘛，哦、所以它乐等于解释两个，也可以，你也可以说天智还原了、哦这没有什么大过，安居在我们的宝岛不就好了吗？啊、我们的台湾或我们的我们爱的我们所爱的乡土上，我们的故乡上都可以。故乡其实就含有乐了嘛？难道除非变态的人，谁不喜欢故乡？对不对？故乡是舒适圈呐、啊，并且可以免于烦恼忧愁。来了，这也是啊，免于什么烦恼忧愁？我跟你讲，只有地震嘛。你问题，你生孩子，孩子跟你顶嘴，你还是要烦恼忧愁。还有你这个国文程度，还是得烦恼忧愁。这不能这样讲，这样变成好像是都没有烦恼，这只是地震的忧愁，不要烦恼。就好像杜甫讲的，天下还是俱欢颜，只是因为有房子住，不是因为其他都坏了。哎，这个价值不高了，我们还花那么多时间讲。好，那接下来下一个，休息。明天早上再继续啊，一样。我们这个看这一集，这一集呢，还是你看，这是第一个，这也是第二篇、第三篇啊啊，还有很多要读的。好，那我们先这个吧也好，因为纠正人家蛮多的，他也谢谢刚刚江伯菩萨示现的，所以我真心免得当掉就没有了，只靠这个 Facebook 实境秀，所以我们这一集就到这里，可能集数会多一点啊。
好，阿弥陀佛，少造业，多念佛，明天就开始看那个。哇，很抱歉啊，礼记还不行，明天早起就有，明天不早起我也没办法，早起就来看这个。那其他继续看，至少把第一页稍微看，因为第一页通常是最具代表的。啊，那再有鞭长莫及，我们就没办法。尤其它有些不是林真美的地震歌，对，这时候我们可能要这样比较好。啊，是一样嘛。好，啊，这个是可以看。我们挑战定高机，那对的，还是挑战全台湾的。现在你看还有什么台湾文学系统、台湾文学专家。哎，这是你们标准台湾文学范本，不要讲述我一个非台湾文学专家，你就知道你们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不要在那分台湾本土、中国，只要是汉文，即使日本人一样，你用汉字用这一套，我不会因为我是美国人就英文很烂。我是菲律宾人，我是澳洲人，英文就很烂，只要是用那个语文。好，就是好，关键是哪里？对，好，阿弥陀佛，少造业，多念佛，阿弥陀佛。